喂，新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棒棒棒。这个高丽的法学院和我们的电梯楼二楼的房子的，很高档的房子，叫一个一个看一下。密码说，这里有一个学柜很大，叫滚筒洗衣机、电磁炉灶，叫水池。冰箱、微波炉，房子超级高档，这有超懂的阳光，在这里看吧，是，还有这个床很独特吧，三个抽屉这么大的抽屉，还有衣柜在这里，床上面也是地暖的，床地暖，阳光进来的，卫生间这通风好，马桶也很高档，洗脸台。这外面是景观是这样的，外面是档，房子再看吧，这很高档吧，这样这里进来的很高档的房子的，这稍微桥东的阳光，房子这个地暖很独特呀，这个放这里东西很多放进去吧，放这样也可以，这里抽屉也可以，就是高档的房子。拜拜，我是金公公。